香肠3块，反正不是香肠，那是肉肠，绝对好吃。我卖的便宜，人家都卖5块，老板这里绝对良心价格。就是你的，肉是炒面吧？肉蒸放鸡蛋。啊，对，鸡蛋标配。哦。要不要的这个价钱？你不放也是渣，放也是渣，一样。啊，你怎么说？一个卤鸡蛋，一个个肠是吧？方便面。啊，这不是你的，前面有一份。大哥，你在这吃啊，你在这吃。